原来有人在爬我的房车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他好不容易爬到了车顶，我在排风扇系了个树杈卡在那了，自己怎么弄也弄不出来。在停车场碰见了个小哥哥，正好让他帮忙。只见他身手敏捷，爬上爬下如履平地，踩着我的车门上去就把树枝拿下来了。我真替他捏了把汗，他是光脚上去的，下来后让他拿户外淋浴头洗了个脚。看来房车旅行很多事女孩子还是做不到的。我把淋浴头收起来，你们说我要不要请他吃饭或者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呢？